我在乱按。你怎么乱按？我听到内麦。哦，送啦。太暗了，我要早上再来猎鹿。哦，这个在晚上这个门口的陷阱十分之危险。你不要差一点点就，差一点点就这个天色之暗。好远好远，亚达诺安，怎么有人叫？怎么有人叫那么大声？你，好险！你家有鱼有鸟有鹿，这是虾米啊？还有人肉，看人肉。这样一家是不是不够？我在做。救我！有点不。你怎么了？哪里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死在家里？我想说这个没看过东西，就看一下啊。又看一下陷阱哦，好危险哦！这个好恐怖哦！你出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这个欸、有野人，有野人，就在他就在陷阱底下，为什么他不会中啊？哦，他中了，他中了，他中了！他过来的瞬间就被趴掉了，哈哈，跟我一样，哈哈。